来自南方都市宝播报，深圳各区小一初一招生季，今年新生招生民办学校将会启用摇号招生。深圳市教育局发布细则指出，报名人数超过区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招生人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，全部实行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学生。参加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电脑随机摇号录取的学生，需符合深圳市招生文件规定的入学条件，并在区的统一招生平台报名，并通过资格审核。